小妹妹，这山上到处都是机关，你上来干嘛？我来找这种会爆炸的果子，你见过吗？红眼果，你找它干什么？我爹被坏人杀死了，我要用它报仇。你说的坏人是他吗？ 在下佛手13妹，山葵，听闻你作恶多端，今日本女侠便要替天行道。你好，你好像受伤了。 我是在帮你救他呀！再这样他就危险了。哎呦，你又听不懂人话。啊，你能听懂我说话？快抓他胳膊！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，然后再使劲儿。不帮我生火，待会儿别跟我要肉吃。好香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嗯，你不是不吃吗？过来干嘛？ 还敢抢？哥，赶紧去林后面采些盐碎去。生气啦？那，给你吃吧。哎，只有野人吃饭才用手抓、用刀叉的，你得学会用筷子，懂了吗？ 掉在地上的也不能吃。算了算了，还是我来给你夹吧。那，给你吃吧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哎，啊！嗯。 哇，都给你好吃哭了！谁叫你住在这山上，当然尝不到这种美味啦。吃过，谁做的？我娘死得早，那时候我就每天哭，然后我爹就会给我揉个面团儿，我就捏呀捏，捏着捏着心情就好很多了。捏泥巴应该也可以，来你试试，这样捏捏。 我给他也弄点肉吃。为什么他总是那么讨厌我？傻家人，真爱的爱家人。那你呢？你的家人呢？ 我家就在天目山脚下，房前挂满药的就是，你随时都可以来的。等我拿了果子，报了仇，我就打算回家开一间小饭馆。大叔，你来帮我打猎，我给你做饭，怎么样？哎，你的鸽子烤好了，给我吃一口吧。不许抢！你都给我吃完了。 红烟果，是你把果子全摘了，我爹骗我，你也骗我。瞎说！就算没有果子，我也会去报仇。我才不要跟你躲在山林里当野人！你妹妹就是被你的胆小害死的。我没有说错。小姑娘走了，说要下山报仇。啊！我领枣。 这下要齐了。叔，我在给你蒸螃蟹呢。谁呀？老妹，快离开这儿！吓我一跳！看来我大仇得报啊！哎，快！看看是什么神功秘籍？嗯。 太阳花宝典。所有人上山。熊爷，所有人，所有人！大叔呢？哎，你等我一下。 都炸不死你们！你是怎么上来的？跟着你不就能避开那些机关了？我哥没跟来，你可真有个好哥哥，临死的时候还在叫你的名字。不可能，我哥武功那么高强，怎么可能死在你手上？我也后悔呀，拿了本没用的秘籍，还……张姐姐，你没事吧？ 那个野人呢？说，大叔，我治不了。爹的面具，你去过我家？杀我小梅！不可能！生气啦？那，给你吃吧。地灵参、凤葵草和乌林藻，把这三种宝贝磨成药，能解百毒。 只有野人吃饭才用手抓，你得学会用筷子，懂了吗？我才不要跟你躲在山林里当野人！你妹妹就是被你的胆小害死的。 可笑吧！高山熊，我来为我爹报仇了！ 姐好像没了，你神功还没练完吧？你说什么？后面还有？放了这丫头，我就把秘籍最后一章告诉你。你先说。你先放。你先说。你先说。你先放。 对不起，大叔。终于来了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 记得十几年前，我为了坐上帮主的位置，上山杀光了一个山族部落。当时跑了一个小鬼，那个小王八蛋就是你吧？快看看！ 看看里面有没有你的家人。子有神功护体了！哈哈哈哈哈！真是低估你了。幸好我早有准备。 弄点迷药提提神。自杀性爆炸，泡了水的红颜果，怎么杀人啊？是谁说泡了水就不能炸？好了，大叔，我们不做伤鬼，好不好？我发现你特别不长记性哎，同样的把戏还能上当2次，你也是够可以的。以为我这么容易死吗？老子可是神功护体。